Hello， 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清境的天空步道，这是全台湾第一条高山步道。它可以饱览清境的全景。由于这是五月才正式开放的，所以我们现在抢先体验，要戴安全帽哦。大概五月份就可以开放，让一般游客上来体验喽。哇，这就是清境农场最新最夯的打卡地点——天空步道。全长总共 1.2 公里，是全台湾最长的高架景观步道哦。走在这上面啊，四周景观真的是一览无遗，超级漂亮的。不论以后啊，你是来赏花、赏风，或者是赏雪，都可以有不同于以往的感受。赶快来清境玩吧！好期待在上面看到对面的山头皑皑白雪，哇，一定很浪漫。今天我们还很幸运的遇到清境最有名的牧羊人。他是来自纽西兰的格兰先生，更幸运的是可以看到他和他最好的牧羊犬伙伴一起来将四处吃草的小羊儿通通赶回家。您刚刚说你吹一个口哨，是您的牧羊犬就会马上听到命令，就可以让羊群听你的指挥。对，一起啊，现在我还没有开始赶，所以我他真的跟我用鸣条。你看看，在格兰先生和牧羊犬的携手合作下，小小羊儿都乖乖排着队回家了，是不是很可爱又很有趣，还很疗愈呢？